我们要介绍这位歌手，我觉得他非常有才华，因为他唱这首歌我很喜欢。他可以说是呢，应该说全台湾、全台北最会龙的人，叫做台北弟弟龙。有人知道他是谁？江大人，你今天是坐在第一排，坐在市长位置，就在等李英宏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会唱他的歌吗？你一定要唱一段那个。哇滴滴隆，哇滴滴隆，哇滴滴隆，哇滴滴隆。啊，我们 Q 他出来好不好？通常这件事只有主持人可以做，你可以这样 Q 李英宏出来，对不对？他等一下如果心情开心，还会下来跟你互动，那你不就赚翻了？来。哇滴滴隆，哇滴滴隆，哇滴滴隆。哦，你有 RMB 的感觉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欢迎最会龙的李英宏。进士大道像是进入灾区，节奏太紧急像死亡要逼近，基隆路是一条不能靠近的禁地，我不需要成为其中出色的协议。礼拜五的晚上赶路的朋友们，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，继续的塞吧大声骂。礼拜五的晚上赶路的朋友们，心脏血压升高，碰壁的战斗士跟我一起唱。哇滴滴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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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滴滴隆。22K 的数字买不起，这样的游戏好比在玩大富翁。奢华的兵力停在松江路的出口。哇，这个都市里进步的开始多了一只眼睛，让我看到了野蛮的文明，连同时犯掉的把它当作武器。大路上我们都心急，国外我们心急，为了生活主人靠兵力，上车祸降了三字经。哇滴滴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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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滴滴隆。再把滴滴隆，再把滴滴隆。谢谢。哦，很有感觉，感受到了。